警方巡逻时，有一名男子将警方巡逻车拦下，告知其母亲哮喘发作，警方随即下车搀扶该妇女至巡逻车上，迅速将妇女送往医院救治。路程原本20分钟，警方用了短短5分钟，随即将妇女送往医院救治，并交由医院做后续的处理。那请问一下，那个当事人有在网络上po文说希望来感谢远景，不知道你怎么个想法？希望该女士呢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，这是警方应该做的事情，谢谢她。